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九合一选举今天展开了号次抽签，在台北市长部分，台北市有七位候选人，而其中无党籍候选人冯光远、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和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分别抽中了五六七号，三个人都是派代表抽签，却是抽到连号，让外界都觉得很巧合。其实我第一个想到是 Seven Eleven， 你知道，我想到说妈，我以前就 Seven Eleven， 现在继续 Seven Eleven 下去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对啊，对我来讲就睡不一累本嘛。二十几年来每天工作那么久，现在真的有点要做，要做好，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呢。你在抽签之前有预估自己，有想过自己希望抽到几号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还是一样。对我来讲是这样，我常常觉得是人是号码有意，不是号码是人有意。对对，抽中象征幸运的 Lucky Seven 七号，柯文哲说：“作为一个医生，没有什么吉利不吉利，号码只是方便选民在投票单上盖的位置。”